庆祝澳门特区成立八周年的一系列活动陆续展开，其中回归杯元老足球邀请赛今日开锣。林子峰报道。揭幕战由着绿色衫的泰国对中华台北，一连三日的回归杯元老足球邀请赛邀请了八队参加，包括广东、中华台北、香港、东道主澳门、葡萄牙、泰国、马来西亚以及首次参赛的美国三藩市队。八支队伍分为 A、B 组，先打单循环，两支小组首名争冠军。星期六进行的第二日比赛会在朝早十点开始的 ，A 组会留翻在连峰球场比赛，至于 B 组请移玉步啦，改在澳门运动场比赛。而冠军战会在星期日三点上演，开波之前会有开球礼。讲回头场比赛，失波先的泰国赢中华台北3-1。澳门电视。